好了，爱丽丝。爱丽丝走起就是玩魔宫流啊！现在普宫流已经过时了，好不好？直接玩魔宫流走起，中路走起。我们打谁？维拉，应该哎、欸，靠嘞！啊，你等一下就死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皮皮会玩呢、欸，皮皮把兵线控住了，会哦，懂玩哦，皮皮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野区，我们的野区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在那边给我皮是不是啊？啊，来，还支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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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冲！我死了，这个给他死，这个给他死，哒哒哒！哎、欸，喂、欸，我现在有点打不赢呢、欸。新的哇，臭鸡蛋嘞！把穿鞋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洛伦，不要！看来这个洛伦也是大势已去。抱歉，我雷了。哎、欸，打打打打吗？打吗？打！哎、欸，哇，他这个大招是转的有点慢啊，我大招已经开很久了。哟，吓到，干你娘！这野怪跳下来吓到我，靠北，我以为是谁的技能。我们冷静，我们现在经济干，我们差对面已经快1000块了，靠北。来下路下路，我觉得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干，这维拉很会跑线呢。不是，哎呀，开大，哎呀，开大。哎呦，不是啊，那哎呀，刚刚是。没有开大是不是啊？我那个大招那么完美，打打打打打打打起来打起来！斩杀也切了，这里这个，哎，这个提米只帮自己啊，看这个晕放进了放进了，失误失误，提米的复活只帮自己放哎，哇，他队友死掉他都不帮他放哎。我跟着皮皮走，应该不会死吧？来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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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打起来打起来，打打打，退什么？他是在退什么？靠北，我这个晕，有来，哎，看死定！哎呦，皮皮这个吸不错哦。好啦，就这样。上路上路，这里可以包起来，包起来包起来，悟空上悟空上悟空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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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头有头有头。我这里有斩杀也可以。啊，没事，靠背。死！我的头，我的头。对呀，哎呀，后期就是我们的天下，现在我们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啊！太扯了啊！这个给他死，这个给他死啊！这太嚣张了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！哎，上路这里有戏，有戏。开杀戒！死，都死！哟，我们的助攻满满啊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差不多可以去蹲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蹲这个草，可是我没大招哎、欸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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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干，脱光光，看到。我们稍微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，哎、欸，他们打起来了，要帮忙吗？不要。我要先吃兵线，我这样会不会很坏啊？哎呦呦呦、欸！靠边，想说反蹲他们一波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可以可以，不行，我觉得这里好多人哦、喔。
有，这里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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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会过来，他们会靠过来，他们会靠过来。这里有戏。啊，看，好可惜，防恩差一点点。啊 ，shit！ 你们有看到吗？防恩差一点点啊，好可惜哦。我们装备已经起来了，无需紧张，好不好？现在的爱丽丝跟鬼一样啊。来来来，可是我很难抓到人耶。死了死了死了，都残血都残血了，滚进去死！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，他给我，他给我，谢谢，太感动了哇！这就是初恋的滋味。这个房恩，不要，你们不要一直逼近，这样他们都不会出来。来，我开麦，我开麦跟他们讲，不要逼太近，他们不会出来。我想要杀一波，我直接蹲这里应该有戏吧？他们总该是要出来清兵线的吧？人不要靠我这里哈，不要靠我这里，我要在这边蹲人。这里有戏，这里有戏，这里有戏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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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啊！怎么又打起来了啊？哎、欸，当哇，这样我打个屁蛋嘛哦！嚣张！这维拉，这前期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啊？嚣张过头了啊？太夸张了，这维拉，我这一套不见哎、欸！啊，我现在才出到，还没出最后一件装备就结束了。我们最后一件装备要上王者哎、欸，王者感觉就他妈痛爆啊！哎、欸，反正出来，反正出来了，不要阻止我，不要阻止我。防恩不见了，你们看到吗？哎哎哎哎，好爽哦，各位！魔攻爱丽丝，金牌辅助哎，可是我明明就走中路啊！这悟空 MVP 哦，他当之无愧啦，好不好？他当之无愧。魔攻爱丽丝，哇哇，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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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！有人呛你有脑吗？不用，我跟你讲，各位不用理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。家庭没温暖，在学校被霸凌，可能走在路上又刚好被车撞到。那如果他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喷我两句，他心情会好一点。哎、欸，那我也是积阴德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积积阴阴德，懂吗？变蛋！来，还是我们来超度一下他好了。我来超度他，嗯。我们愿这些屁孩，这些酸民。这些傻屌们永远安息，愿他们下辈子投胎做人，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当人，不要误入歧途。我在这边诚心的祝福他们，阿弥陀佛。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好，你们想不想看我把口罩拿下来？想不想？想看我把口罩拿下来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。